我们回到了成都，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一定要去吃一家路边摊。12:42，先看这多少人，你看这卤子，全家福是所有扫帚都加，三个三两，全家福。上面是肉臊，下面是有卤肉、红烧排骨，里面还有一个煎蛋。我已经忍不住，我先尝个卤肉，尝个瘦一点。哇，就尝着它的排骨。它会腻吗？不会，太好吃了，我都不想说话了。哇，快吃吧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太爽了。我要给它一个评分的话，至少8分以上。他虽然这里是在北的，我住在南的，但我愿意晚上开车了。今天是第一次，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。